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乘坐神郭飞车。本飞车将带您到吉打兰卡威，预计时间是40分钟、50分钟、60分钟不定。为了保障你的权益，请按下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和打开小铃铛，请不要快转跳段或者是吐槽主持人。兰卡威除了去海边玩，还可以来到寺庙。这寺庙名为 Wadiko Wadawarm， 这也是泰国圣僧龙婆坤的道场。这里也是有很多龙婆坤做的神像。佛寺位置远离大陆，位置比较偏僻幽静。佛寺里还有师父给你加持。大雄宝殿供奉的这佛祖成功佛高僧，还有龙婆托、阿赞多、龙婆坤。这边就是有龙珠 Lucknamite。后面山这里立10米高的观音岗石像，从原本的一座石山雕刻成现在的模样，出自两名来自中国石雕匠之手。这个是龙婆坤后殿舍利塔，要过来这里拜的可以准备一些香烟。这尊观音是龙婆坤做出来的。这边这个是转经筒，要转一圈，这个的意义就在每转一次就是念了一个经文。传经筒传承来自西藏。这边有蛇灵，到这间 What Them Piece Up 是在龙婆坤庙旁边，在深山里隐藏着一座神秘的寺庙，这里还有许多栩栩如生的动物雕像。在很久之前，庙里有一位阿赞通宝汤彪，这位阿赞修的是鲁师的法门，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鲁师爷。
入口处有鬼王和鲁师爷。这上面就是他的大雄宝殿，这里的龙珠 Luck Nugget 是放在寺庙外面的。现在我们走进大雄宝殿里面看一眼。大雄宝殿里面也是有一粒龙珠 Luck Nugget 在上面，殿内供奉的有佛祖和龙婆坤。大雄宝殿外面也是有尊大佛坐镇。这里是大雄宝殿的下面有很多古曼童，这里是鲁师爷和龙婆，二旁边就是阿赞通宝的金身，这个就是阿赞通宝的蜡像，就是阿赞的样子。这里还有鲁师的各个法像。这个门一般是上锁的，是通过庙人员打开。这里也是有阿赞通宝的金身，听说之前阿赞就是在这里修行。天然成型的神像，每天的山水这样低。咋了？还灯？不服软呀？来，白的。这话。我是铁铁呢。这里需要在三至四月份时候过来，这里就是干的，还可以再走进去里面。外面这里还有印度神像和龙婆坤的蜡像。这里还有观音和太佛像。据说阿赞通宝很崇拜龙婆坤，所以到处都有他的金身。庙外的神像也好多。这两位骑马的是皇子，后面这里还有象神。这边里面还有大尊的龙婆陀。